这个山海间啊，是咱们山东万世职业大学的啊，应该是第二个食堂啊，第二个餐厅。总共有三个吧，我的印象中。好，赶上饭点啊，不想回家做饭了。咱们今天再来大学再吃一顿吧。这里还有什么瑞幸，瑞幸，幸福的幸，瑞幸咖啡。啊，这是防滑的这种垫子啊，想得很周全啊。因为一下雪的话，就是咖啡，幸福之门啊，这是上下两层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，食品安全做一泰山。今天吃点什么呢？这里啊，这么多话，很多的服务人员啊，都是年轻的学子啊，都是大学生。麻辣烫，啊，谢谢啊。里边帮忙的啊，都是学生，应该是啊。餐厅很有文化氛围啊，都是一些中外名人的这个介绍照片，这里。哎呀，我吃点什么呢？吃点咱们系里人喜欢吃的面吧。我点的是这个正宗的淮南牛肉汤面啊。这里其实外面人也可以过来吃饭啊，只要这个微信付款就可以了，不排外。在饭厅一楼吃完饭啊，再带大家。看看啊，这个餐厅二楼的这个饮食环境啊，这边有一个 LED 大屏啊，现在没放。这边还有一个元宇宙长桌。这个餐在这挺好。两素一个米饭是8块，三素米饭是10元，一荤一素米饭是10元，也就是10块钱能吃得饱饱的。爱因斯坦。高尔基，看看这大阳台啊，凉台。哎呀，看看外面的大海，今天海不是很蓝啊。这个前面这块地方还在施工，将来也是一定是个比较好的建筑吧。夏天里的吃饭不错。